慈济五十七周年庆，吉隆坡金丝堂举办药师法会，礼拜药师经，志工和民众虔诚唱诵经文，平静自己的内心。念经的时候，慢慢慢慢就进入了怎么？我觉得是可以打开我们的胸怀，我们的脾气。The starting of chanting a salutation to Buddha and all that, chanting is good for you lah. It helps to calm you down. As it has helped me to calm me down a lot. Saya duduk dalam itu ah, saya macam happy sikit lah. Saya macam happy sikit, hati senang sikit, main relax. Ada masalah sikit jugalah, saya pun doa sikit cepat mau habis masalah. 整齐的诵经声，倒气庄严。慈济志工蔡景俊夫妻也一同参与，为刚出生的孩子祈福。两个星期前刚刚生产完一个出生宝宝，然后其实现在还在坐着月子，但是因为宝宝因为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还在医院的加护病房，所以我们就决定来今天的这个祈福会为宝宝祈福。法入行，法入行这样子啦。无常一来的话，就看我们的平常如何的修行的话去面对，就自然心安自在。将心之所向融入经文诵念，透过一句句经文上达诸佛，为未来做好再出发的准备。麦代吉隆坡综合报道。